垦丁音乐季第二天，五月天也压轴登场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些日子五月天因为服贸立场引发风波，今天在演唱前，阿信还特别说了这么一段话。他说，五月天虽然不能陪大家每一场战斗，但希望他们的歌可以陪大家一起走下去，就让子弹再飞一回吧。天团五月天站上春浪舞台，用嗨歌征服全场。跟着五月天的音乐节拍走，台下观众一起边唱边跳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些日子五月天因为服贸立场引发风波，这次回到台湾音乐舞台上，主唱阿信似乎特别感性，说了这么一段话。还是谢谢你们，然后我想五月天的音乐没有办法参加你们人生的每一场战斗，但是我想只要你相信自己，相信五月天，我们的音乐都会陪你们同在的。至于五月天在做的事情，希望你也相信我们，就让子弹再飞一回吧。是不是透过这段话表达立场，似乎只有五月天最知道。但对乐迷而言，今晚的五月天没有政治，只有音乐。新唐人海电视综合报道。